江局长，以及在座的五个区的区长啊，那还有就是陈廷威委员办公室的特助，那以及在座的各位在地的议员，还有就是新闻媒体的伙伴，大家好，大家午安。午安。今天很荣幸来参加这个虱目鱼的产业文化季。那我想，其实谢谢李局长这边，还有就是黄市长的这个行政团队来安排，就是让全台湾最大的虱目鱼产地就是台南市这边。我今天中午想要跟各位分享，就是说我都要去那个林仔的家去吃那个沙巴鱼丸，然后我还有点了这个，就是这个煎鱼肠。哦，鱼肠啊。哎，阿得记得鱼皮，我都有点了。阿你真正内行诶。嘿，对对对，其实然后吃过了。重点就刚刚像 Amy 所讲的，这个虱目鱼肚哈，吃起来都好鱼啊！我真的有亲自吃过，我就觉得真的实在是台南的虱目鱼就是赞。那赞，我有一句话，就是说这个再来的这个一个月的这个虱目鱼的文化季，我们就希望就是说，台南市政府这边活动圆满成功，谢谢。谢谢掌声鼓励。我们的陈文轩组长，非常的感谢您。各位长官啦、啊，各位议员啦、各位亲爱的媒体记者，大家好。今天很高兴，虱目鱼既营养又好吃，喜欢台南特色的美食的对啦，也是咱台南人。的密不可分的一个东西啦，不论是早餐、中餐、晚餐，安尼都要订那种各式各样的沙白鱼料理。安尼想这个想，这沙白鱼阿蛮有息息相关。阮将军啊，渔村有三宝，就是沙白鱼俩，火烧虾，加咱的乌鱼子。每当的产季来临的时候呢，那落鱼板哦，拢是咧拍起了迄个沙白鱼料哦。他们哦留住哦，用最简单的方法留住它的原味哦。不管这种各种料理啦，都哦你尽喝这样哦。然后2023年台南文化季第一场8月16日，是阮将军区马山岛欢迎人。庙前的广场来举办，内容相当的丰富啦吼，有咱迄个鱼丸，迄个平常的料理吼，啊，搁有咱迄个闯关游戏等等。上重要的重点是咱的沙白鱼吼，有可以六吃从头到尾，所以沙白鱼规只拢是足有价值的啦吼，从鱼头吼鱼尾。肠仔鱼皮丁丁拢是真好的料理上出来是阮即届就是实在有趣味是阮的主题，为虾米？就是咱五个工作咧共共同来办理，来阮当天的游戏就是五关，所以阮得做这个名而且咧自我介绍。那活动煞，会当来阮将军港，上海哥，去青云新，鱼港，看鱼啊，食蚵仔，啉红茶，这是真正享受的就对啦。而且将这只邀请各位吼，这位来将军七德，感谢。来，欢迎我们的市长。阿嘉，咱身为我们虱目鱼第二场的阿嘉，咱阿华总讲，这时间是十月七日，大家拢知啦吼，虱目鱼的好处，啊，佮兼营养，啊，拄啊，咱将阮副长也讲真济，最主要就是讲，阮阿嘉即摆鱼温，咱来鱼温，即虱目鱼温的有500匹角，500匹角，所生产的鱼，虱目鱼的拢非常的新鲜，而且咱2022、2023。
哦，咱个米其林地理灯啦，吼，那这英通三百级，哦，咱做一个例啦，吼，伊逐日哦，所食上所住的用的食材嘞，就是用当地咱客家的三百级，哦，山区山车，哦，直接过来餐厅，过来餐厅嘞，啊，所以讲保留着咱这个上新鲜，哦，这个原味，哦，啊，即个嘞，哦，咱。这个主题嘞，叫做非食不可哦，学者非食不可，就讲咱本身无食三百年哦，所以而且嘞，希望哦，咱来客家哦，咱客家，今仔日不管是咱在地，还是外围来好朋友，拢会当哦来品尝咱这个三百年哦，咱这个原味哦，咱这个美味啦哦。啊，十月节气哦，迄天哦，咱第二场嘞，除了以咱花都公园，有咱在地青年哦，咱青龙嘞哦，还有一挂市集。有啊嘞，哦，我嘛有一挂，哦，咱的一挂做文件，哦，还有一挂咱料理，哦，的食谱来做做公开，嘛有咱现场有一个陶艺，哦，咱的 DIY 制作啦。所以讲哦，欢迎咱到客家，哦，你一定要来吃一个新鲜的三百鱼，哦，客家吼，你就要等你咯，谢谢。哎，掌声鼓励，来介绍一下客家区副区长。大家好。咱安南区今年排伫第三场，安排伫咱十月十四日，在龙义公园下午两点到五点，特别安排下晡时要配合咱龙义公园非常有特色的我们的夕阳嘛吼，会当来参观。那我们的内容大概有非常精彩，咱的舞台表演，咱有趣味竞赛、渔夫体验，佮包括咱的市集，上重要是。都有咱三百二百包的免费限量的品尝，欢迎大家这回来台江，欢迎大家来品尝我们的私木鱼，谢谢。来，掌声鼓励，欢迎我们的市长。市长还有各位嘉宾哦，各位媒体记者朋友哦，我们是北门哦，我是北四场啦吼，我们的名称是恋恋芦竹沟思想起哦，我们办伫这芦竹沟吼，咱芦竹沟是咱台南吼三大渔港之一啦吼。咱芦竹沟吼渔港吼，咱的渔民哦，世世代代吼，拢伫遐饲鱼啊，是饲鹅啊，无就是即个饲沙巴鱼吼，所以阮就经伫即个芦竹沟渔港吼，来办阮即届即个丝木鱼节，阮即届主要推出的吼，就是阮的迄个海产的碗粿，阮的碗粿内底吼有沙巴鱼吼，无饲的沙巴鱼，还佫鹅啊，还佫香菇，还佫阮三寮湾的红葱头吼，这都是在地迄个特产吼。个阮的这个鱼柳的这个汉堡吼，伫遮吼，然后报名有对的吼，拢可以免费的拿到一份哦吼，感谢大家，谢谢。谢谢，接下来请市长施工所啊，市长。市长，市长，各位各位现场的各位嘉宾，大家早，大家好。我们七五四排在最后一场，10月22日在七股游会中心举办。那我们讲活动内容有 DIY， 包括有所有导读，以及可可组合的评检，以及手染。手机的代词，包括整个活动，还邀请在地青鱼团体，包括农业团体，能够行销推广七股的海鲜。当然，我们晚上的话，还结合当地的特色餐厅举办美食飨宴，那欢迎过来七股游玩。谢谢，谢谢，掌声鼓励，来邀请我们区长龙回座哦，谢谢，感谢。谢谢我们刚刚五区的区长，这个。很精彩的介绍，人家五区我们的五区哈，那谢谢我们农业局李局长、民政局张局长，还有蔡秋良议员、陈光的秘书、陈振东的秘书，还有周家伟的秘书、蔡宗豪的秘书、陈林飞的秘书、林市长、副议长的秘书、王立昭的秘书，还有邱丽丽议长的陈秘书哈，还有我们上级长官那里。我们金主渔业署我们陈组长哈，还有各位好朋友，还有有没有？区域会秘书，台南市区域会秘书哈，还有秘书，对，好秘书，还有各位好朋友哈，其实哈，我们每年都在办这个丝木鱼的这个行销。这个行销不是促销，不是说打折大方，因为丝木鱼是这么好的鱼产，那是这么好的水产品，而且可是以往就比较单一，就是做哪一尾丝木鱼，那当然我们有那个丝木鱼，可是一般来讲，大家丝木鱼的种种吃法，尤其很多开发出来的，像丝木鱼汉堡，以前的三百一丸啊，三百一多啦，还是蒸一等啊，这是。
还有鸡腿一夫啦，这是有多了丝木鱼啊，这个花桂，丝木鱼花桂，这个真的是很别致，又很新鲜，而且又很好吃。它是丝萨瓦尼尼啊，哦，大家也知道，这个还有这个丝木鱼柳，哦，鱼柳，哦，啊，这传统的就是这个鱼肚，还有丝木鱼头，还有很多很多丝木鱼的文创品，都拿出来。哦，这里，在这里。市长要带相吗？对，石木鱼。这个画面要赶快看一下。还是很多人很喜欢。上次我们之前阿中部长来的时候，我们有石木鱼包啊，他这里有石木鱼的文创。之前我们看芒果季的时候，我都带芒果法夫，啊，这个石木鱼季要带石木鱼法夫啊，这个。还有这个石木鱼包包啊，这个是跳跳鱼，跳跳鱼它会动哦。怎么用啊，老板？对，因为台湾真的很有趣哦。对，跳跳鱼是我们这次闯关哦，小朋友会很喜欢的。对，这个石木鱼就这样，要送给民众的。感受石木鱼的律动，然后新鲜有活力的律动。对，这是很好玩的。所以大人小孩都喜欢，好，大人吃石木鱼，小孩子玩石木鱼玩具哈。那当然，传统的石木鱼酥、萨瓦鱼松、阿姨护宝。爱我一路，我扫把鱼烧啊，扫把鱼露，鱼露一下，鱼露一下，哦，还有这些石木鱼的很多很好玩的，哦，这些鱼烧按好鱼露了，鱼露，鱼露是不一样哦，对，我一直以为鱼露就是鱼烧，我怀疑你这是，啊，就这样啦，今天因为市长最近才到，哎呀，哦，是吗？这是不一样的哈，哦，真的。当时我们小朋友去慰问打的，什么叫移收，什么叫移户，然后。哎，差在哪里？啊，差蛮多的。哇，是啊，今天还好有市长来特别强调。所以是不是有大大块讲话吗？真的凶，哦，那很谢谢我们议会的支持哈，哦，谢谢渔业署的补助，它能够让我们石木鱼可以行销到更广、更多的地方。那石木鱼的，我们有外销了，都有外销，啊，一步一步的让更多的好朋友来知道这么多好吃美味的。像我们上次去新加坡就是牛奶鱼嘛，哈，他们就直接叫牛奶鱼，哦，那可见它的营养价值很高，连东南亚的朋友都知道。啊，东南亚其实牛奶鱼反正就是石木鱼，过去东南亚也有，但是像我们这样这么多吃法，而且把刺都剔除掉的，没有连无刺的石木鱼排哈，还有石木鱼肚，其实他们是不知道的。好，啊，那都多谢我们的渔民的帮忙啊，那能够让我们石木鱼更多人知道，吃法更多元啊，那这个市场更广大。那过去有人说啊，对于石木鱼价格上涨有意见的哈，啊，那这个时候应该赶快多来行销。哦，石木鱼啊，尤其有些人不知道为什么目的，嫌沙巴鱼上贵，安尼嫌鱼面摊上济哈，所以哈，哦，这种的哈，我们都需要请他们多多来啊，行销更多的石木鱼，因为我们今年的石木鱼产量跟去年差不多，没有什么减少啊，哦，那也希望大家一起来珍视我们的台南之宝石木鱼，谢谢。独创的，看一下后面，全台独一无二的哈，石木鱼挂包，那里面的食材都是我们江主。来哦，这个镜头最好的镜头，跟石木鱼，漂亮啊，不要，它跟西龟米啊，哈，哇，好想试试看。